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形意拳，道功形意拳。啊，形意拳是练这个内气修道，好的母拳啊，就是金水木火土五行，劈砖崩炮横，总共五拳。啊，这五拳啊，就主练五行气。 那劈属金气，啊，砖水气，崩拳，啊，这个木气，炮拳，啊，练这个火气，啊，这个火气不是我们身体平常这个引火上升的这个火，不是，那个炮拳的火是阳火，啊，就是真火，三昧真火，啊，所以炮拳是练这个火气。 那横拳是练土气啊，那万物生于土嘛，所以横拳就是生万物啊，所以我们练这个五行拳啊，每一天这样在修炼，反复的在练啊。 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不间断的练，一直走，啊，或是定式的不动，一直在运，一直在吹，啊，一直在关这个各种要点，好，这个总纲，啊，悬顶、竖颈、卷舌、扣齿、错齿，啊，展背、吹肩胛、沉肩、坠肘，啊，这些东西。 就是真诀啊，来练这个内气，因为它不断的在内运，不是只是练招式啊，那招式练熟了就好了，它不是，它是一直在内运，在深化，在合住这个你身体的这个气机啊，这整个周天的运行，还有天地的运行。 要先知道怎么止逆嘛，哦，停止住这个你已经出生以后年岁既长，你落入后天以后，哦，你就气机啊，慢慢的你气就虚了，或是冲高啊，或是火气很旺，或是怎样，你造成各种现象，哦，你要把它调，哦，往比较好的方向往回。 啊，往年轻的方向下去调整的话，啊，你就是要会练这个气，要会修。啊，你如果啊养生，啊，或是调养身体，啊，那你理法可以不用懂太多，啊，你只要老师教你，啊，锻炼啊几个要点啊，你拿捏好啊，注意去每一个打去每一个动作去熟悉啊，去锻炼。 他知道这个气是要往下沉，哦，这种初阶的了解，这样你身体就会起一些变化，啊，慢慢的越来越顺，哦，啊，身体养一些气回来以后，丹田气，这个小腹这个丹田气养一些气以后，哦，啊，或是你冲高的火气慢慢降下来以后，养生嘛，哦，或是调养你各种身体这个。 这个气机，哦，免疫力失调啊，晚上不好睡啦，耳鸣啊，是腰酸背痛。你透过这个内气的来调整，哦，慢慢你就会发现你身体会有一些转变，哦，这也就是说，形意拳在古时候，古书上都有写，有一些练形意拳的，他是很晚年，可能50、60岁或40、50岁以后才练的。为什么？因为身体不好以后。 哎，听说形意拳啊，它就是说你身体有各种这个医药，到最后都没办法的时候，哎，试试形意拳练看看，哎，莫名其妙就练个劈拳啊，或是练个崩拳，不管练哪一拳，莫名其妙练啊，这样每一天练，就照着这个老师讲的，这个师傅讲的啊，你就站着一招就。 慢慢有改善的现象啊，甚至康复这个就是说，因为形意拳的五行拳里面呢、它本身暗藏了这个天地之间呢、这个气机运化的道理，就藏在这五行拳里面，所以它有意无意间你在练的过程啊，它就调到你的内气啊。当然这个是小用啊，它的大用就是说。 你不止养生少病啊，精进哦啊，你也跟师父随时这个有在请益啊，慢慢一直深入，随着一年两年这样一直深入啊，理法越听越多啊，越懂越深啊，自己这个正在身上，你透过这个锻炼这个体内的气机啊，你不止。 停止住这个火气，你还能归元，把丹田养实、厚实，固本培元，进而再往前进，再催运、催化，往下催化，一直下到脚底下去，全身的气都不再反逆，不再走入后天，吹下去以后，还要跟地可以相合，慢慢又跟天可以相合，天人，因为你这个气的相合，还有意念的作用，淬炼这天地二气跟你身上的这个气脉你的肉体，所有的你的魂魄什么，都跟着这个气在淬炼，淬炼到后来。 就跟它相合为一，进入这种天人合一的现象，练就这个金刚体。那所以形意拳它是修道的拳啊。那以后，我们会做一些这个影片，就是教大家练一些入手的，你要从这里入手。 那以后你才有机会再往前进，既可以养生又可以达到运动的功效，改变你体内的各种这个不好的气机，转恶为善。你慢慢你有在亲证以后我会讲一些这个内气你怎么去练比较正确，比较不会危害气的运行的道理。 有时候你可以去除一些不必要的困扰例如这个临老啦，临老所谓的临老就是看到有的没有的或是感应好像有虚空当中有什么在干扰你这些你慢慢你会迎刃而解，你就不会受干扰或是一些鬼通啦这些这些你慢慢的你就不会去执取你知道你的身体的变化是什么？你知道练气怎么练？你知道正确的以后，你就不会被这些困惑，气动啊这些，不需要被这些所影响，甚至你去练，你去修，你去练这些对你身体不好的这些，你以为练气其实是对身体是危害，这些你慢慢的，你就可以了解你就可以，尽量就不要去练了慢慢的你就来练这个形意拳道功形意拳，能真正去了解这个气的变化这个天地之间的奥妙。